呢一個場地好多謝 Tommy 嘅贊助啦，咁我哋有啲咁靚嘅三角琴，冇理由擺咗喺度唔用噶嘛，大家覺得係咪啊？咁不如就小妹獻丑咯喎，自彈自唱，送俾大家一首孫燕姿嘅《遇見》。大家聽好唔 OK 啊？送俾大家孫燕姿嘅《遇見》。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一直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越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一时安排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排着队，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多谢大家的慷慨掌声啊！头先咧介绍嗰两位朋友咧，都是第一次嚟参加呢个乐师会马拉松。大家可能剛才都聽到介紹啦，這個音樂會馬拉松舉辦了29年，我們 Joy & Queen 的團隊也不是第一次參加的。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 Angel， 有請 Angel 上台。